美女，需要帮忙吗？我钥匙落车里了，我过不出来。哎，给我，我帮你拿。谢谢。那个棍子掉车里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有办法。来，继续。既然能打开车门，你把车窗降下来拿不行吗？给你自己来吧。我怎么没想到呀？还是不行。哎呀，你不会动脑子想想吗？哎呀，起开！哎呀，来吧，现在直接用手拿就行。谢谢你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女司机啊，都太不容易了。